还有，我们就麦搞威开抽听。好，待会我们要进入一段这个，对，等一下大家画面上什么都看不到了哈。好，那个，对，我要遮一下画面哦。你看一下，我现在这个哈，对，我们先把画面隐藏起来吧。好，我们先是画面隐藏起来。为了避免不小心刻过头啊，好，我现在就把这个密码强制改掉。好，然后我看一下，我们刚才干了什么事啊？刚才干嘛了？那还没有订阅我们这个大补贴频道的呢，也记得哦，记得哦，那个手速按下你右下角的订阅。好，那我们是不是该来？对，我刚才是弄了这个什么东西啊？这个变声箱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变声箱是不是？那我这边的话，看一下啊，变声箱会有这个哎，小心国王的心腹！小编怎么这时间开台？对，今天比较晚。来，我们现在这边有一张蓝变哦，这个是重复的哦，我看一下。好，现在是已经可以合成一次了嘛？再开一箱，给两张，然后我看一下哦。制作材料这个的话，它只能做一个嘛？那我们还缺两张哎，缺两张怎么办？我买这个好了哦。所以现在的话，我们就直接领箱子哦。好，这个蓝边又可以来制作一张了。好，OK。所以目前这样，如果要比较便宜拿到三蓝边的话，这个好像是比较便宜的方式啊。就是我刚刚是这样买，就是这个买两包，哦，买两包，因为刚才我们要制作这个变身啊，这个变身啊，它是日版独有的啊，这个变身的话，它必须要有4张刚才那个碎片，好，啊，如果说你像我刚只买了这个嘛，我买了两包啊，差两张嘛，那差两张如果又买下去的话，我买这个又要花很多钱啊，哦，所以我就买了最便宜的这个两包，我买了这个来补。我买这个来补，这样子是比较划算一点的哈。我刚买完，那我们就有那个，就有这个钻啊，就有一些钻哦。然后这些钻可以拿来买这个1800钻，这个其实我觉得超赚的。抽卡，蓝边一张哈，蓝边一张，然后又有一个制作书，我们再开一箱哦，40抽，然后我们现在又有蓝边一张，好，然后这里有。我看一下哦，那我们目前的蓝变是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可以做3次，没有，两次啊，两次，就是你一张制作白金骑士，再确认一下，白金骑士够，会员还有小徽章哟，没错没错，会员还有小徽章哦，对吧？应该没错了哈，来，我们这边有40抽哦，哇！40抽蛮爽的，来哦，我们就麦搞威开抽。不是，等一下，他一次一次抽哦，我要昏倒了。他一次一次抽哦，哇！等，绿的哦，我以为是那个1次10张那个嘞，他是给这个哦。来，白的，我们抽快一点吧。哦，这个有机会哦，来吧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它这个有一些是画面会破掉的。我看一下这个有没有会出现，它有那种会破掉的画面哦。又是白色啦。我没有啦，我不是以为4次4、11抽，我是以为4次10抽。因为他10张，我以为是4次10抽啊，想太多了。卡背没有特效就关闭，OK，卡背没有特效就关闭，那就比较快哦。可是他有时候会那个啊，因为他等于是几率的而已啊。这个嘞，这个不需要特效啊，对不对？陈红，他有时候是提醒，但是没有那个特效，有时候也是会，也是会有啊。好了，我有特效了，来，这样是什么？蓝、红、
去。哦哦，对不起，对吧？看我真的会内伤，我真的会内伤，我真的会内伤。我以为戏都还没开始就已经红了。哦，等一下，各位，我又是克特，又是克特。等一下，我照惯例哦，我要量一下我现在的心跳到底多少。哦，好喘，108、109、113。哇！我靠，这个太扯了啦！我无言啊！我靠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一定要先那个啊！哇，日服，我什么都还没有做，就先一单，哇，就先中这个嘞！来来来，哇！哇，先威猛起来的。会不会开完很多红哦？不确定啦，但我希望会有。来，继续开。哦，吓死我了！刚才那个心跳真的是……哎，这是保底率吧？还没有啊。红啊，其实不要太多那个。我才买两包，是不是？其实，总共算下来也不算是两包啦，总共下来算很多包了。我现在在日服龙六挂，哇，丁丁，你也太狂了吧！丁丁，你一直都在是不是？哎，这个有机会绿哦，可是我觉得他会给我白色的啦。哎，绿的还可以，对，几千块就一红，真的是日服才有发生的事情，也不见得吧。哦，这个有两张红哎，但是白的啦。等一下，我想要看那个玻璃破掉的特效啊，它一直都没有哎、欸。这个是什么？哦，特有的那个都没有了哈。这个就至少会有绿的了啊，这个会有绿的。哎呀，哎。好了好了，我们看一下卡贝特效好了，没有的话我们就直接按关掉了，这速度比较快一点，几率不高呢哈。最后十张，小编有红变的可以 PK， 不别，都没有嘞。卡片有特效都绿色是不是？欧洲号加 M 升级，都没有了呢啊！绿的哦，不错不错，白的，一张红哦，再一张是不是？没有那么天天过年的啦。来上电视了，东尼大编克特获得，哇，这个上电视了。我现在合成一下，然后一堆白的，哇，一堆白变一堆白，再拿我去打你，不告诉你嘞，哇，闪才闪出一张绿的，合绿不容易啊。合绿不容易啊！好了，换蓝哦。等等，我先来试一下水温。哦哦，哇，我们的绿都GG耶！哇，哎，民风，你刚才看到我合绿全失败吗？你有看到吗？全部失败，这样你心情有没有好一点？这样心情有没有好一点？刚刚全失败啦。来，各位，我想
我想我的欧气应该跟大家有关系啊。我想请大家帮我选卡好了，来喽，拜托，这个小编的4000钻就拜托 拜托这个帮我送出去了啊、哦，合成哦，没有特效哦。来，我们要开了，我们要开了。来，3、2、1，Go！啾啾，好，没关系。哎，他又给我提示啊！他又给我提示啊！就这样了哈。你们刚才说的提示组合了，对不对？提示组合是三二，等一下我全部退掉，我看一下，1、2、3、4，这样好不好？有没有机会第二次红变？日版《美都市传说》可以玩，真的、哦。哎呀，不小心按下去啦！没有提示哎，没有提示哎。今天的第二单有机会送出去吗？我们现在现场的观众有528人呐、啊，有528人啊！哇，这个今天1点半的时间，大家都没在睡觉呢哦。给我一个真实旗红好了，那我们许个愿吧。来喽，各位，三、二、一，开！有机会，死去！好了，也不错了，也不错了，也不错了，开卡池了，也不错了。差两张就可以再一次哦，很可惜呀、啊，很可惜哦。今天这样子，我用了2包这个。那你看一下，这个是我氪最多，我氪最多的其实是这个啦。1300，2600啊，2600，然后再加这边260，260，2600加260乘以二，260乘以二是吧？520，2600加五百是多少？3100，算3200好了，3200，然后再来弄了一个这个3200加这个4100，我快5000呢。还这么多人，你们不睡觉就对了。哦，不是说是晚，你们还不睡觉。为什么你不睡觉啊，各位？我故意不关的啊！你们还真的不睡啊！你们还真的不睡啊！161个人还线上，我无言了。现在会有人打，哦呦，还满呢！哇，我以为没有人要打欧林呢。我现在是假红变，假红变。散了，跟着大家打。好痛，非常痛！骗他，骗他是怪物。房子有27哦。等一下，我又遇到了，不要跑！拜托，让我砍死吧！拜托，各位，拜托，敲死海怪啊！中了，死了都值得。中了！哇，我昨天也遇到今天也遇到哇！可是我没钱，没钱做那个材料，我那些小鬼，超级贵，贵到一个不行。